人知道刘少奇垮了，所以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说他们是刘少奇的人，他们抬出来的也是毛主席，这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。外边不知道红卫兵是谁打谁，我们心里有数就得了。而且现在是武斗，不是文革，没道理好讲，猛打就对了。你拿枪干什么？强迫打那些黑五类？不行，强迫，强迫，老张，老张，快把那手上的枪抢下来！你要拦我就把你打，再不动手我要扣扳机了。沈阳吗？沈阳吗？强迫，强迫。黑无赖是你叫的吗？黑无赖是你叫的吗？平常上课我看你就不顺眼，我看你更不顺眼。